我有个惊喜要给你，你先闭上眼睛。闭上眼睛，先流泪，别哭泣，末日前夕，请留在我怀里看。你到底要不要闭上眼睛？对啊，我想说这东西应该能够失败的分手。我应该宽容，却带伤痛。哎，你看，这新闻让我好想哭哦。我想哭，不敢哭，难道这种相处不像我们梦寐以求的幸福？走下去这一步，你让我更想哭，还是痛苦？哎，我好像听到什么声音？我听见下来的声音。不对，我不是。算了，好像蛮久没去旅行了。没歌词了哦，最后一句了哦。啊，我当时就这两个在选呢。哦，早知道就。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？哦，对啊，哦，这件事我已经跟他说了。说了再见，才发现再也见不到。哎，我突然想到，如果我把耳朵捂起来，我看你还能怎么样？谢谢大家，我是谢秉钧阿提拉。如果喜欢这一则影片的话，千万不要忘记去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谢秉钧阿提拉。怎么又重复一下就重复了？到我的 YouTube 频道上面按喜欢，并且留个言，让我知道你看过了。谢谢你们，我爱你们。